12岁的模特儿被陌生人泼酸，导致严重毁容。奇迹的是，她在一年内痊了。这位女模叫雷蛇姆。去年她搭表哥的车回家，等红灯时，一个陌生人突然朝车内泼洒大量腐蚀性酸液，雷蛇姆和表哥当场受重伤，脸部、身体、皮肤都被灼烧，不断哀嚎。路人发现后，赶紧替他们报警送医。因表哥当时痛得误踩了油门，导致发生车祸，所以伤势较严重，而雷蛇姆则是全身严重烧灼伤，脸皮全脱落。当时，雷蛇姆的父母放声大哭，心想爱女的一生大概就这么给毁了，他们也不敢让雷蛇姆照镜子。但奇迹的是，雷蛇姆在数个月内经过密集地皮肤移植以及治疗后，恢复得相当快速，脸上的伤没留下深疤。今年6月份，雷蛇姆即将过22岁生日，他晒出的自拍让网友们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照片中的他看不出任何伤。八，虽然外表恢复了，但被毁容的遭遇在他心中造成难以抹灭的阴影，即使凶手已被判刑，创伤仍会影响他一辈子。参考来源。